在一起。然后呢，用这个切刀哦，大块的把它弄细一点哦，这样把它切一切，要松松，你不要把它压紧哦。哎，松松就好。然后这个动作好，第二个动作就是把这个陈皮全部把它放进去，哦，还有绿茶五呢，都把它倒进去。然后呢，像那个吃铁板烧这样哦，把它炒一炒哦，最底下的也要把它弄上来，全部搅拌起来变成绿色的，等一下压起来，每一颗的口感才会一样。这个动作做好，就要分馅，把它分十等份。那分馅要怎么分呢？你就把它揉长一点，把它分两大段，一段再分两。分五颗，这样比较好分。差不多这样。再来，你就这个线，把它弄长一点哦，把它捏长一点。然后把它分两大段哦，一段再分五颗。它稍微把它搓圆一点哦，等一下要放在中间比较好放。分几等份？对，分两大段，然后。这样啊，收起。